现在开始上的叫做眼睛，后面会教到近视眼跟远视眼，那个是考试的重点。理论上你们应该在别的地方已经学过了。眼睛的构造有个东西叫做水晶体，我们国中教你它的功用像个凸透镜，然后呢，然后它特点是它这个水晶体可以变薄一点，可以变厚一点，因此它可以改变它的焦距。一般的透镜是不行的，磨好之后焦距就固定了，不可能再变，它可以调整焦距。那我们教你的时候是告诉你水晶体像凸透镜，所以要来曲折光线怎样怎样怎样，但实际上它最主要的曲折的光线是在前面的，在前面的角膜，我们后面会教。水晶体只是做微调，不过你不用管了，反正考试就说它像凸透镜，它是用来折射光线的，然后让我们可以成像的。所以第一个是个叫水晶体，第二个呢是个叫瞳孔。瞳孔就是你看你旁边同学，他有个黑眼珠跟白眼珠的部分，黑眼珠的中间有一圈深深的像个洞的那个，这就是所谓的瞳孔。啊，这个瞳孔呢会变大会变小，但是不会像猫一样变一条线啊。然后呢，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在线的方法就是拿光照他的眼睛。如果拿光照眼睛，他瞳孔还是放大的话，就表示他已经在线，然后已经走掉了。因为这个他会，自然就会缩小。那这个就是像照相机的光圈啊，变大一点或变小一点，控制进来的光多一点或者少一点。到暗的地方，瞳孔就放大，让进来光多一点。到亮的地方，瞳孔就变小，让它的进来的光少一点，所以它的作用是像光圈一样的。最后面比较视网膜的地方，这个视网膜就像照相机的底片，用来感光用的，让光照在上面，然后刺激它，然后产生讯号，然后呢，这是它大脑就看得到东西，所以它就像所谓的底片的一样。所以水晶体我们教你的时候说水晶体像镜头凸透镜，然后呢瞳孔呢像光圈，然后视网膜像底片，然后各有它的功用。基本上就是光线经过折射，然后呢落到视网膜上，然后成像。好，一样，它呈现什么像？它在视网膜上面呈现的是什么像？这个。不是。很大。好，把它举起来吗？再把它放下。呈现什么像？放大缩小。在你的眼睛上呈现，放大缩小。缩小，请坐。它是一个缩小导力石像，我们跟你讲过了，国中生我们这样教的情况之下，基本上一次折射的、一次反射的所成的像，实像都是导力的，虚像都是正力的。所以呢，然后是缩小，你知道，你的眼睛这么小，放大一个人就当是缩小像了。所以呢，是缩小的导力石像。然后呢，这个光视网膜刺激之后会产生讯号，传到你的大脑，最后大脑就看见，跟听觉一样，最后听见的是你的大脑，最后看见是你的大脑，是你的大脑判断，是你看见东西。所以我跟你说过了，你吃了一些不该吃的，喝了一些不该喝的，看到一些不该看到的，别人看不到的，你就会有幻视，你以为有这种跟没有，我不是说你有阴阳眼啊，看到一些鬼鬼，实际上就是幻觉。因为你的大脑里面某些化学物质的刺激变化，你就以为你看到什么东西，是没有，而是你的最后是你的大脑看见，所以大脑如果受伤就看到一些微奇怪微微的东西。人类视觉产生的过程基本上是这样的，有一个外来的光线经过角膜，然后呢进到你的瞳孔，就是我们有教的瞳孔，然后瞳孔会再经过水晶体，然
然后这个水晶体，我说它可以变得凸一点或者是平一点，它是由睫状肌控制，让它平一点或者凸一点，是在后面会胶，因为它要调胶，它要调胶用。然后经过水样液、玻璃状液体，就中间那个眼珠中间那个液体穿过它，拿到后面的视网膜，就是所谓的底片，啊，视网膜说的所谓底片，然后呢？这就经过我们的视觉神经的讯号，传到讯号传到大脑去，然后你就看见了，这就是你看见东西的方式。好神奇哦！然后这不是这家被招人吗？对啊，外面好吵。确定吗？就像这样子，基本上这样子。前面那个椭圆是你们，对不对？它在最旁边会形成一个倒立的像，然后呢，最右边出现一些讯号，就传到你的神经上去，就是告诉你说你的光线进到你的眼睛，经过什么瞳孔啊，什么之类的。上面有写个虹膜，虹膜就是你看到同学那个黑眼珠的那个部分。然后呢，我们华人都是黑色的，就是黑咖或者咖啡色的。那如果外国人可能有蓝色的或什么之类不同颜色，就是叫虹膜。然后就是控制那个瞳孔大小的地方，然后呢穿过去之后让你看到，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，大致上就是这样子。基本上视觉产生，刚跟你讲主要折射光线的是角膜，我们的水晶体只是做微调，不过你听过就算了，考试的时候你还是给我写水晶体的，问你说谁去偏折光线，谁在那个，你还是给我写水晶体，因为我们只有教水晶体，我们没有教角膜。好，我没有教角膜。刚刚讲过了，瞳孔像光圈，这是控制光亮，所以光线强，瞳孔就变小；光线弱，瞳孔就变大。拿强光照你，瞳孔依然放大，就是你走掉，我就已经再见了。然后就不管他在放大，我就死了。对，死了他就瞳孔就自然就放大。然后睫状肌，刚刚讲过，控制我们的水晶体的曲度。它如果收缩，曲度就变得比较弯，比较弯的水晶体焦距比较短，啊，比较适合看近的东西。这后面会再教到。那如果它放松，水晶就变得比较平。变得比较一个水晶体焦距比较长，比较什么焦距适合看远物。这其实我在讲照相机的时候我已经教过了，我在讲照相机已经讲过了，焦距要短，焦距要长，那怎么样才我已经讲过了啊？但是我们后面还会再提一次，细节后面要跟你说一次 ，OK？ 有人有问题吧？没？来。为什么都是倒立的？为什么都是倒立的？为何都是倒立的？要找一个女生，要找一个女生。可是我抽不到女生。为何都是倒立的？我们要把它放大一点啊，把它放大一点。哇，新功能。对不起，重来。你回答的比较简单，我们都是镜头，我们都是呈现实像，啊，都是呈现实像，而且都是缩小的实像，因为必须要
因为必须要能够感光，所以光线要真的能够到，光线实际汇聚所成的像叫做实像，所以它一定是缩小的。然后我们前面教过了，凸透镜要成缩小导力实像，要放在两倍焦距外，所以它然后那个缩小实像都是导力的，所以它们像都导力的，因为它们都要形成一个缩小的实像。那么凸透镜的缩小实像都是导力的，东西要放在两倍焦距外，两倍焦距外，这是它会导力的原因。请问有人有问题了吗？有人有问题吧？没？好。